最近有媒体公开了一段向佐郭碧婷夫妇带着女儿与朋友聚会的画面。视频中，郭碧婷怀抱女儿小奶黄，向佐则站在一旁与朋友热聊。不知道这群好友是不是第一次见小奶黄，大家都围着她逗着她玩，而小奶黄见到那么多叔叔阿姨并没有害怕，全程非常淡定，是个不怯场的小可爱。可以看到郭碧婷还给女儿扎了小辫子，软萌可爱的样子萌化了这群叔叔阿姨们。逗孩子玩乐时，小奶黄则趴在了妈妈的怀里，向左的眼神也一直盯着女儿看，妥妥的超级奶爸。与朋友们聚会完后，向左郭碧婷则带着女儿离开，向左先走到了前面，而后郭碧婷抱着小奶黄紧跟其后。看小奶黄被郭碧婷喂养得很胖乎，小胳膊小腿肉感十足，非常讨人喜欢，一家三口真是太幸福了。